可是他都会变朋友，实际上经历了一点。一样 ，She I'm still gonna kill me。我干，我要跟你拼了。觉得他都讲不强啦，他讲一个。觉得还是很强，但我觉得我也不会很弱，我也想拼一下，因为你今天要打，你打一个弱的很无聊呢。对，选手们还没比赛的。觉得你可以扛的话，你有没问题啊，你就可以上去了。反正有做好心理准备就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决心你知道吗？我还是觉得要自律，训练比什么都还要来的重要。有训练到那里，当你站上台的那一刻起，你就不会心虚。你是练了多久了？这都两年多。四个月吗 ？OK， 好。算有种啊。这个我给很高的敬意。打完全赛都会变朋友。上经历了一点，一样 ，She I'm still gonna kill me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我要跟你拼了。觉得他都讲不强啦，他讲一个。觉得还是很强，但我觉得我也不会很弱，我也想拼一下，因为你今天要打，你打一个弱的很无聊呢。